孩儿不会饮酒，爹爹你看。啊，我酒量不济，你来陪温侯多饮几杯吧。小姐请坐。还不快与温侯敬酒？是。将军请。父亲，女儿已见过将军，酒也敬了，还是告退吧。去吧。爹爹不胜酒力，少饮些吧。哎，人老了，我这手也不中用了。天色不早，府上恐有不便呢。时辰还早，婵儿，温侯英雄海量，待我多敬将军几杯。家中少有贵客临门，父亲今日高兴，不想竟喝醉了，我就代父亲为将军把盏，还望将军不要嫌弃。哪里哪里，吕布三生有幸，小姐请坐。小姐惊为天人呐，花容月貌，倾国倾城。吕布得见芳容，情不自禁。蒙将军夸奖，天时不早了。如小姐不弃，如小姐不弃，吕布斗胆乞求王司徒，愿与小姐永结百年之好。不知小姐肯下嫁否？将军，小姐。啊，温侯是有意我家小女吗？酒后失礼，还请司徒见谅。哪里哪里，我与太师乃通家之好，温侯有意，我愿意将小女许配于你，不知温侯意下如何呀？如此这般，岂不是委屈了小姐？除了将军，本朝无人配得上我家小女。父亲，此话当真？一诺千金，绝不食言。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承蒙司徒如此厚爱，请受末将一拜。温侯快快请起，本想还与温侯叙谈，又怕太师身边少不得温侯，就不再相留了。待老夫选个良辰吉日，亲自将小女送到府上，可好？听凭司徒安排，吕布感激不尽。温侯请放宽心，静待佳音吧。王云参见太师。退班了，为何不回府啊？王云
舔列公卿，安享后路，全凭太师照应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。为表寸心，王允聊备薄酒，请太师屈尊寒舍，不知太师尊意如何？这还请太师务必赏脸。王司徒美意，老夫却之不恭，我一定去。谢太师，老夫在寒舍恭候了。你等都退下吧。是。王允有话想说与太师，但讲无妨。王允不才，但略识天文，今日夜观天象，见汉家气数已尽，将星居于上位，当是应在太师身上。应在我身上？老夫怎敢有非分之想？自古无德让有德，太师功德可比伊尹、周公，龙登九重，有何不可？哈哈哈哈！果真天命归我，王司徒当为元勋。王允叩谢陛下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爱卿平身，赐座。哈哈哈哈！教坊之月，太师怕不胜其烦了。老夫斗胆以佳绩歌舞敬献，不知甚妙。歌舞上来。来。这太师可在？太师应王司徒所请赴宴去了。王司徒，下界好好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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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凭天上要滑。好好好，近前来让老夫一睹芳容啊。这是他们的造化。阁姬近前拜见太师。是。小女子拜见董太师。免了免了，貌若天仙，时人都会动心的。只可惜老夫少华不在，无缘消受啊。啊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太师有意就送到府上。哦，好好。他能伴于太师左右，朝夕服侍，这是他的造化，是他的福分。王司徒割爱相赠，老夫无以为报啊。王允全凭太师提携。貂蝉，还不快快谢过太师。小女子终身有靠了。好好，不知何时过府？今日呢是黄道吉日，少女今夜就随太师回府，要好生伺候。
那好啊，王司徒安排周全。我儿深夜在此作甚？前来看望义父。义父可有要事吩咐？并无要事。奉先，儿在。不必为义父操心了，回去歇息吧。美人，快快过来。人，你将貂蝉送与太师，是何道理？温侯误会了，今日下朝，我正要回府，太师于殿前叫住老夫。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？说什么？他说，你有一女，名唤貂蝉，要许配我儿奉先，一子婚事我自然做主，贫貌如何也要一见。太师言之凿凿，要来寒舍。老夫不敢怠慢，遂引貂蝉出来拜见。此事只是你我二人说定，太师怎会知道？太师耳目众多，何事瞒得过他？那后来呢？太师见了貂蝉，十分满意，说是佳人配英雄，天生地设一对儿。今日良辰，我要带貂蝉回府，择日配与奉先。温侯试想，太师过问，老夫焉敢退缩？再说，太师以义父之名主婚，与理相合呀。都怪吕布莽撞，不问缘由，错怪了司徒。哎，我已为小女备下嫁妆，待温侯与小女大婚之日，我会亲自送往府上。多谢司徒。新欢，那可真是个美人。我听说她是王司徒府上的人，如此女儿家，倒叫人可怜。神仙眷侣，羡煞天下之人。相公，董卓不除，国无宁日。身为朝廷重臣，却眼睁睁看着董贼残害忠良，荼毒百姓。董贼荒淫成性，他营建煤屋，聚敛珍宝，竞选美女800余院中，如此罪恶滔天，令人发指。若不铲除，我王允有何面目苟活于世啊！
痛哉，悲哉呀！太师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小姐，你还好吧？你受委屈了吗？说呀！你敢擅闯内室，调戏老夫爱姬，将他给我赶出去，日后不许进入中堂。将军，逆子！太师近来病情可好？是否传医官过来再行诊治？不必了，朝中有什么大事吗？并无大事，刚才和吕温侯迎面相遇，见他面有怒色，愤愤不已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！乱伦逆子！太师。圣人云：“食色性也。”他是我的义子，义子！太师息怒，太师不宜苛责，当笼络才是啊。依你之见呢？还请太师好言劝慰他，切不可因小失大。除了温侯，还有何人配得上我家小女？不要说了。温侯，相国待你不薄啊。小姐，你知道吕布去哪儿了？离去一个时辰了。